为现在的泥沙很厚，所以我们需要很多的工具，然后需要很多的人力来帮忙搬这样子。慈济师兄今天早上来嘛，就很多人，然后他们就分批来，然后来帮忙这样子。我们很谢谢他们。好，我很感动啊！怎么慈济的力量这么大，而且大家这么化那个什么付出这么多的心血呀、啊？这个泥流带给人啊。困扰多，损失也比较大，尤其是要清扫泥土，真的是很难呢。看多么辛苦啊，一桶一桶的，可知道泥土水这一个桶次啊是有多么重啊。看到了慈济人呐、啊，这样的毫无考虑的，就是投入了，做就对了。那当然啦、啊，在室内呢，有的呢是手机、手表啊落落来哈、哦，所以慈济人也跟着哈、哦、清洁队呢，也帮他们呐、啊、在清扫。慈济人呐、啊，总是呢。抢着时间赶快呀、啊、赶快走，那这都是在都会区没有灾难，只是呢求威求求、哦、那慈济人呢、啊、跟着清洁队的菩萨们赶快呢投入去做，这一大一大都有、哦、这都是呢不请自私啊，爱护我们的大地啊，照顾我们的市容，保持的人人呢、啊、过路平安呐、啊，这都是菩萨。还有呢，我们呢也开始了在发送慰问金。那许副院长，我们的医院呢、啊、同仁也出来哈、哦，那。跟着我们的志工菩萨，他们就是担心啊，这样的台风过后有没有小伤啊，还有没有怎么样啊，所以呢许副院长呢也同样投入我们的花放，这都是呢在紧急的时候可以这样的付出。也看到了，不只是人投入哦，包括呢，我们同时也要送热食。在这个所在，拼拼的哈，哇，来哦，大家人来吃饭哦，那最好最好呢，去送热食，这都是呢全套的关怀呀，这个。付出他们的力量，慈济人哈、哦，那劳身劳心哈、哦，他们很细心呐、啊，去考量如何才是真正的呢，在尊敬中呢，帮助到他们恢复家园哈、哦，啊，抚慰了他们呢，让人人呢，在这一场的受。灾啦，能得到呢的抚慰，能得到呢力量的帮助，哈、哦，这都是付出无所求，还要受感恩哦。那这样的彼此享受，跟志工同样的粮食，哈、哦，即刚假崩当东西呢，也大家人当这哦，这呢。就如同一家人呐、啊，这份爱哈、哦，所以我们也发送慰问金哈、哦，还有呢物资啦，那还有这个热食哈、哦，那同时呢供应水，我们为了要救灾呢，也研发出了这样的净水。气哈，那这个罗罗也注意啦，经过了这一台净水机，
可以呢灭菌啦、啊、清净啦、啊、都可以的供应。所以水就是很重要，没有水实在是也难以生活，没有电呢更难生活啊。我常常都说我们要感恩，感恩呢当有台风来时大家都是求平安啊，躲在家里啊，但是呢有一群幕后英雄，社会英雄，当大家呢在家里躲台风躲水灾的时候，他们呢就不顾一切哦，要投在风雨中。这个电是很危险的事情，他们还是呢不顾自己的安危，这样的爬上爬下，在风雨中，不管雨多大，不管风多大，他们呢还是呢要尽他们的责任，不管是高山平地，他们都要去付出，真是多么令人敬重的人。但是呢看到了新闻在报道了，也有人呢看到了在要修电的车在那里，看到了修电人啊，有人就是开车专就停下来，就是呢拉着就打，打的是为什么？打的就是说这么慢，为什么这么慢？那么他们呢被打了以后，还是默默的在修，一直到修完了才去派出所去报案。看到这样的这么辛苦，还要被骂，还要被打，心多痛啊！他们都是没有休息，还在不断的加班，也在风雨中。像这样，我们该不该感恩啊？的确呢，有的在风雨中抢救生命，有的呢在风雨中呢抢救生活的功能的人，家家户户所需要的水电资源。但是我们人能想到这一点吗？平时的有电啊，生活方便，一旦失掉了这个停电啊，应该要知道说啊，平常有电多好，有水多好啊，一旦电又接通了，哎呦感恩哦。那又有人在背后呢已经把电修好了，感恩哦。假如人人懂得呢当失去的时候要珍惜，当再获得回来的时候呢，那应该要感恩。这种珍惜物命，还要呢感恩供应人，我们应该都要时时有。现在的气象呢就是这样的，地上多灾难啊，人间呢应该要多反省哦。啊，不反省啊，那只是顾了自己的方便啊，只是呢迁怒于这样的对我们有恩惠的供应者啊，不尊敬哦，不重视。那假如呢他们这一行业不做了，那我们要怎么办呢？总而言之呢，我们要好好用尊敬心啊，心地调和啦，气候才能调和。真的看到了，碰到了这样大的灾难，能
知道这么台风是在地表上是那样的强烈，能让我们台湾这样的平安过去。昨天我就说啊，感恩天，感恩地，要感恩山海与大地，还要感恩所有的人间呢，互相的关怀付出。我们真的要人人要说感恩呐、啊，所以呢，要培养好出了这一份的感恩心，生活呢才能平安。